2021世界排名第五，2020冬奥混双铜牌，承诺杀手小林同学，这是你们所认识的林昀儒。但你们有看过时尚帅气的林昀儒吗 ？Action！现在目前我们有稍微帮你剪了一下头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00分。老师很开心。我们地上的造型都成品的话，你觉得？那 我先走了。看看一下你的包包嘛，铜牌好不好啊？一家，人家生日送的，今年的生日礼物。这个不小心蹦出来的奖牌。哇，这就是最重的东西。应该是这个，一手拍摄奖牌就自己蹦出来了。你真的会随身携带音响？随身。甚至想听就把它打开啊，这个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嗨一点的啦，练习前热身的时候。这个两个已经有点忘了，已经拿到很久了，一直戴着，然后到现在。这个超可爱的。这个陈怡静他们做给我的。在那蓝色的鞋子里面放什么？正常是也可以放球。这个蓝色感觉你用很久了。该国小到现在了。为什么你会买？是啊，还有翅膀自己飞上来的，你最近有买大乐透吗？没有，不知道哪来的红包。今天应该是你第一次就是进棚改这么多造型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时尚圈还是挺辛苦的。10月16跟我一起线上看秀。